这个小刘今天得多吃点，今天背骨子大点全是你一个人背完了，你要保持身材啊，你瘦了这个拉不起就不行了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豆豆，谢谢豆豆啊。那么在地上捡东西吃，啊？亚爷咋了呀？你妈妈来了，你看。今天打国字两亩多地，老豆还在盖房子，我把小曾哥和小刘叫上来吧。我要一点不好意思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打电话。阿姨，我要买一点袋子。买口袋装果子吗？对，口袋你要拉多少？我要20个。有。你看看。喂，小哥哥。今天非得家打果子，人有点缺。狗哥，我们打果子去了。爷爷太聪明了，这个地方有一根电线杆子拉线，我把这个地方的稻谷一割，一会儿打谷机直接就把这个收走了。谢谢。老李，看今天这机器收割，好像我们也帮不上啥忙。一会儿背的时候你别哭。啊，小林哥，你看你的身体稍微歇息一点，待会儿你背大了，我背小了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，好。哎，我今天也打裤子打了，请你给我帮忙分一下子。没事没事，你还要上班，我给你帮忙嘛。好，我们人多。好的，谢谢了。没事。阿姨，我也给你帮忙，我也得去给你去啊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没事。
哎，小邓哥，我们把果子背到那个路边，我们用小车推。哦，那边是吧？对对对。好。爸爸，小六。对对对对，小六。爸爸，爸爸。哪有哪有小礼物送的？好的。没有办法，算是第一次。叫。我也是穿，你叫我关注那个阿弟。哎，我看他们真的。我也给我这个。哎呀，好了啊！辛苦了。哎呀，完了，他们好黑，我都走不起来。喂 ，Hello。Hello。哎，不是让你们在城里面等吗？我们没见过稻谷，想过来看一下。哎，你哪里的？没有稻谷。山东的。这是不种稻谷吗？种小麦，不用种。想过天吧，两位。啊。我们顺便可以过来帮帮忙呀。啊。啊。哎，这是在电视上面。哎，我也不知我们都帮你扛，一人一袋。你们扛那个那个大的，不要扛那个小的，扛那个大的。好，把这个给我，给我来，我来。不要动，不要这样子扛。不是，再往上一点，再往上一点，再往上一点，来，再往上一点，再往上一点。对。你要给我放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我走了啊。这个小女拉这个别笑啊，对你拉这个啊，你拉这个，慢点慢点慢，拉这个，对，哎呦，来，我给你们说，还是很重的，但是我愿意挑战成功。哎呦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平衡一点，小心啊，老李哥，哎。说，终于知道农民的不容易了。我以后我要把碗里的饭都吃完了。啊，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李姐，赶紧办完吧。嗯，体验一下就行了。我一定要自己扛到那里去。啊，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就行了。体验一下就好，这个挺重的。不要，你重新给我，不用了。我吧，我可以的，你相信我。这还挺重的，你能上来吗？我可以。小心啊！小刘哥，没助力，没助力。来，小哥哥，帮我抬一下。哎呀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你体验一下就好，这个挺重的。这个。行，我来，没事没事。可以，慢点。哎，你怎么又扛了一个？体验一下就行了。我给我扛了一个半袋。体验一下就行了。女孩子，我一定要扛到那个院子里去。你太执着了。这活这不是一般人能干的。哎，一般女孩子谁干这个呀？你看我的手都打哆嗦。正常腿也打哆嗦，我刚才扛过去的，我都觉得我的腿要压断了。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。你给我坚决不浪费粮食。阿姨都笑了。
扛不动，真扛不动。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。菲利斯，你太厉害了。嗯。你看我个子都比你高，但是我没有你有劲。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有。我决定我们两个人扛一个袋子吧。不要了，我们弄。我们弄就行了，我们弄就行了。哎，你休息，休息。我休息一会儿。啊，体验一下。哎呀，真的是体验到了农村人的生活，太不容易了。你，谢谢你，改天我跟你说说啊。没事没事。小妮，我们找了个车拉的你酒瓶，走这个车子拉的。好好好，你们拉完了我跟他说一下子。好。你那是啥？闺女，今天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我带亲戚这么多谷子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太客气了，我走了。来就来，你给我做这么多谷子干嘛？我吃不完。你带菜，你想吃多少就吃。哎，我吃不完，我把它藏起来，好吧？好的，快敲子。妈妈你姓哪里人？我是山东的。我感觉你好高呀。好高，咱俩比一比。是不是你们做衣服的这个？对，我是衣服的品牌方。我给你还有老李还有爷爷他们带来了很多换季的一些衣服，等一下咱们试试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嗯，您送吧。行，好嘞，你先忙别的。菲丽，哎，这是我给爷爷准备的适合他的尺码的衣服，让他试一试。好。你试一下，爷爷。这个蛮适合你的，你试试。好，来试试。嗯，胖哥哥，你试一下这个。这个是赖五的男朋友。哦。嗯。这个是三合一的防风衣。哇，好看好看。没走你。小刘穿的真的挺阳光啊。赖五，菲力，你们出来看一下。嘿呀，不好意思。爷爷说你衣服扣不上。扣怎么了？太大了。妈妈，这个太大了。
你舅舅。嗯。我的衣服呢？哎，我们是大人有，你小孩没有。哎呀，你就别逗他了，你待会儿生气了，你快把新衣服拿出来吧。好，我去拿，走走走。舅舅来了。哎呀，哎，我看一下。哎，真好看。爸。你弄一下。哎。出来。过来过来，我的，好好好，你这个帅，还有我的，还有看着好看，这有点帅，这个，亲爱的，看老李好帅，你给他换。你想不想拍？我也可以给你拍。我想拍。其实我拍照片比拍视频应该要好一点点。明天拍吧，明天有很多课的，你多画吧。好。好。圆圆，阿姨，你想吃什么？给你杀鸡子。随便，不要那么麻烦，都可以。我们老板一开心，他就杀鸡子。啊，是吗？不用不用，我们是天海藏的，我们带了好多好吃的。酸菜鱼带了没有？有，当然有酸菜鱼，还有火锅，还有牛排。嗯，好。菲丽，这是虾滑，这样。哇，你弄得比我的圆。终于吃上菲丽做的菜，你们随便吃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好吃，菲丽，好吃。这是哪个品牌旁边火烤糖？这是我们的，好吃吗？谢谢豆豆。有牛排不好吃？我吃。哎，菲丽，来吃块我们的牛排。我好姐姐就喜欢吃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小刘今天得多吃点，今天背骨子大点的全是你一个人背完了，你要保持身材啊，你瘦了这个拉不起就不行了。好，谢谢豆豆，谢谢豆豆啊。